青狐召唤，归来。孤名玲珑，玲珑，等下，我记得被师姐。此乃神魂幻境，乘此幻境，诚无一波。拜。如此，等消散便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别着急走啊，你听我解释嘛。我也是有师妹，再说了，八派隶属，不再说了。你来。玲珑上仙，哎你，哎玲珑上仙，请等。甚好。玲珑上仙，你也是初徒儿，拜见师尊。对不起了，师父。甚好。起身。哎，师尊。何事？见面礼啊。如此，这道机缘，算是对你童年的补偿吧。